天生，我的魔术书里有天生。啊，有天生，那就是咒语了。什么了？我可真笨，这个咒语好清楚，我刚才怎么没有想到呢？现在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咒语就是天山宝石，咒语就是天山宝石。天山宝石。第一座天山取红宝石，出发！上山没那么容易。这里好奇怪呀！来，我们用老办法，一个拉一个。好的，来。我是兔兔，今天我和麻姑想象出彩虹山，你去不去啊？彩虹山做什么？听我说，看火红可甜可甜呀，你去不去啊？我怕大灰狼。大灰狼不吃熊啊？那我去，等等我啊！哼，这个叫手熊。哼。带着我们去兜风，听说那座彩虹山上的风景特别的不错。我和乐乐、熊浩、长鼻子的蘑菇小象，挎着小篮子说摘下满满一兜子的果果。彩虹的糖糖那么的甜，粉粉的泡泡那么的艳。后山上的风儿吹掉了我的妈妈，我追着它跑啊跑啊，我跌了个大粑粑。我听见远处皮皮向他不停地叫，乐乐熊快来，这有好吃的等。我跑去一看，原来是满地三星宝宝。乐乐熊是好多框框，说要回家做果酱。粉红的云儿飘向山脚啊，绿绿的草地向我柔软搭床。太阳公公洗好澡，出来向我们问好。我们躺下听他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。传说这座彩虹山住着一位彩虹公主啊，她有好多美的裙裙，还有好多美味的澡堂，只要吃下一颗就实现一个最美丽的梦想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要什么呢？乐乐熊说他要一座蜂蜜做的房子，比比想想身材变成杂志的摩登女郎。我说我想要下他所有的糖，这样我就可以实现更多美丽的梦想。小猪你快点，我不是跟着的吗？大家快跟上。乐乐熊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往前走呗，我看得到山顶了。那有个山洞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好啊，好啊，看看。好啊，好啊，进去看看。我去拿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关键可是上不去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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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石头好滑，我的手根本抓不住。黑暗魔药正好捷足先登。哎哎呦，烫死我了，妖魔快帮我入队。
要抓住你们，把魔盒和红宝石交出来。放下红宝石。休想！看我的黑暗魔药腿！呀！啊！还你腿！哎呀！任务完成。怎么把这块宝石带走呢？是呀，这宝石这么烫手，怎么带它走呢？我来做个竹篮子吧。你真笨，竹篮子会烧成灰的。就用魔盒拖着走。傻剑客，一不小心掉下悬崖，你再去找啊。你聪明，你想个招，你想办法。想就想，我是聪明的小兔娇娇。